到妙高高原咯。这里就是我们的饭店啦，这是饭店的外观。然后呢，其实这里你看，全部都是雪。外面可以马上滑雪哦，哇！然后饭店里面它也有温泉可以泡哦。昨天我们去滑雪了，滑雪完之后泡温泉，帅哥！这是滑雪的地方咯，超多的，你也可以租滑雪板，也有那个两个这样滑的。我们是租那个两个这样滑的，很好玩。哎咻，哇，是这个雪白的。